由南投县桌球委员会承办的自由杯各小组团体桌球比赛，目前在草屯鼎立体育馆展开，有300多队、2500位选手左右参赛。经过这两天激烈的赛程，南投县的选手有袂歹的成绩。委员会嘛期望就此加强推广桌球运动，把优秀的人才留在县内发展。比赛来进入到第三天，展开着国小女子十岁组的赛程，看选手认真来拍好着每一球，为家己团体争取好成绩。就是跟双打配的时候，有时候压力比较大，所以心态方面比较重要。为期六天的自由杯国小组团体桌球比赛，正伫草屯顶进行。去年受疫情影响，参赛人数较少，不过今年参赛队伍比起着顶年加了100队。主办单位真欢喜，看到学校踊跃参与，嘛希望有较侪资源会当来协助，和选手继续成长。桌球运动呢，能够蓬勃的发展，我们希望从这个最基层的国小端。能够培养出将来就像我们现在的林林竹啊、郑怡静啊这样一个选手来为我们争光大概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以前自己也当过总干事在接办一个活动是很辛苦的需要很多的资源的益助。那这一块我们有这样的后盾呢，我相信比赛呢选手环境会更好。即边南大关的选手嘛，袂歹表现。光华甲严峰国小过来摕到男子十岁组的第五名，要伫这么激烈的全国赛来得奖，相当无简单。家长都还蛮支持这项运动的，对，那其实基本上有花时间规律训练，然后小朋友自己也认真，对，那基本上都不会太差，对，那也很谢谢有南投这个环境，可以让我们这些年轻教练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就是发扬出来。家长啊，我喜欢的选手啊，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让他们知道我们桌球技术在我们南投县这边已经发展得蛮好的。我们希望说借这个机会，以后我们国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可以停留在我们南投县继续成长下去。这项比赛会伫进行到3月18号，主办单位赶快来落实到防疫措施，让选手会当安心比赛。记者林明星，长报道。